这个是来到这个叫什么呢？Slapovi Milk Training， 因为这边是在19世纪纪念一个整个克罗埃西亚非常有名的女生的歌唱 opera 的女星思想家，她捐了一些钱打造了16湖国家公园，所以呢这个 Slapovi 就是她的名称，来为了纪念她。来看一下多有多漂亮，来看一下，好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可以看到这边的风景啊，萨拉波比米尔克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克罗埃西亚之旅第4天，拜拜。